你好，欢迎收看白游戏 TV。 好，现在在过年期间，那詹姆斯又买了两个挂饰来添添喜气，所以我们来开箱吧。好，看这一个葫芦形的挂饰，这个买是69块，看一下，新春祈福吊饰，好，上面写吉祥，还有福气的福，看起来真的蛮有质感的，喜气洋洋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另外一个，就是一个福字。过年要来个福气咯。这个是39块。那现在这边这种吊饰行都是从大陆来的。再看看看。好，那祝各位今年福气吉祥如意，金鸡独立。好，开箱到这边，谢谢。